等一下。哎呀，现在是晚上8:45，我们现在在这酒店叫什么？天台山星野家住酒店。嗯，然后今天是我们到天台山的第一天，然后我们早上大概10:30从上海出发，10:30，然后先开车开到了那个上虞区，绍兴的上虞区，它正好在那个高速的下来，大概开2小时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先去吃了刺武打面，我觉得味道还蛮好吃的。然后我点的那个是三虾面，然后它里面的那个河虾是我最喜欢吃的那一种，它是有籽的，我觉得很新鲜。然后那个面也是上海吃不到的那种，就是它还是像以前那种锅盖面那种手擀面。 对，就还坑坑洼洼但挺好吃的。然后再开了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到了这个天台山星野家住酒店，然后上山的路其实不是很难开，但就比较长一点，对吧？就是其实上是路修的，路修的挺好的。高速下来走了大概将近半个小时，对，然后才能到这个酒店这边。但其实路上，并不像我们之前去的浙江这边那些山路那么难开，会修什么都挺方便的，其实。对，然后为什么订这个酒店？是因为它好像其实是一个日本的星野度假村下面的，在中国投资的一手家店吧。那可能这里几个寺庙都比较有日本的，比较符合日本的那个调性，所以这里可能有个这样子的一个酒店，还蛮幽静的。你看，像我们现在是大概7月中旬左右，照到了应该是暑期的一个旺季，但实际上根据底下停车库的车辆数目来看，其实这个酒店入住率并不是很高。而且我们入住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订的是它最低的一个房型，对，但它给我们升级的一个房型，对，所以感觉好像入住率并不是很高，而且几乎没看到过小孩。入住到现在，我觉得酒店的性价比可以说是挺一般的，就是我觉得还是在这种度假酒店里面，它没有那种很大的规模，因为我觉得最起码2500朝上的度假酒店总得给你整个 boogie 之类的吧，要撑着那个小车到处逛一逛，也没有必要，没就就很小，然后它也没有那种度假的氛围，然后唯一的山景嘛也就那样。但因为这个酒店比较新，所以说房间里面的一些配置其实都还蛮好的，我觉得就是有点日本的那种小而精的感觉吧，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软性的东西，包括我们现在穿的这些他们给的这些布衣服啊，还有什么冥想啦、八段锦啦这种别的酒店不太有的，像这种比较有养生氛围的一些活动吧。然后酒店的餐食我们还没用过，然后据说是日本的那种一个个套餐制的，就是日本早饭的。那我们明天的行程期待一下明天的早饭。好啊，我们刚刚吃完早饭，你来评价一下这个日式早餐。日式早餐还是蛮好吃的，感觉还蛮正宗的，它有那个纳豆，蛮难吃的。然后那个，它就是海鲜配一些饭，还有味噌汤，还有茶碗蒸什么的，就是它还可以单点一些小点。我们点了一碗面和这个馄饨，真的是很难吃。那个面真的是太清淡了，我感觉好像那个面一点味道都没有，就是白开水泡面条。医院里面的病号餐都比它要口味重一点。它那个馄饨也是粉粉的那种，不是很好吃。但别的都还不错。然后自助的话也有一些少量自助的东西，其实可以选中式早餐的，我们可以选像这些东西。共3种，日式、中式，还有一个素食的。我准备好了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某些人还在这边化妆呢。现在已经是晚上叫10点了。你要是酒店的人，会觉得你今天晚上不回来酒店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他会以为你今天晚上在外面荒野求生，你知道吧？哇，这水库好漂亮啊！
刚才去了一个水库，那水库还挺漂亮的，然后水库旁边有一个桥，可以看到下面整个城镇的全景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国清寺的景区停车场，然后现在趁现在这个时候给大家看一下我这次出来带的一些设备。我背了一个这个 Shimoda 的 Action X 的30升的一个背包，然后带的一些拍摄设备，一个是这个莱卡的 M10R， 然后搭配的是一个1663的35.4的斯密朗斯镜头，还带了一个90的2.8的镜头，但是放在酒店里面有点太重。胶片的话带了一个这个富士的GS645 Pro 的这么一个胶片中画幅胶片9.0级。拍视频的话，一个是这个索尼的 CV1， 还有就是我现在拿的用来拍摄的这个大疆的 Pocket 2，以及前两天刚刚入手的这个 Insta360 的 Go3， 是一个非常小巧的一个运动相机，可以仔细在身上，然后车上拍一些第一人称的视角的视频。水塔，冷不冷？下去下去吧，别把脚。可以可以吗？这是侧面，侧面。什么呀？爸爸去捞一下脚白针吧。哎呦，欠我们好干的。果木最古老的梅树之一。果树哪棵是哪棵？这边吃喝把它饭。生产葱是我理解的生产吗？现在换到了这个胶片相机，
好，就这样保持它断了，是把你湿掉的，不会拍到你人脸的。好。好。背景教练已经拍完了，希望这次这个相机不要再出现技术系不能回正的问题。哦，可以。这个时候让我拿舌头舔一下，舔完了之后它就能粘住。上面写着 Kingdom of Happy Fish， 那个牌子上面写着娱乐园，对， Happy Fish。 里面好多龟。再往前走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没事。那给你指错了吧？国清寺还是很漂亮的，也是很值得去逛一逛。然后我觉得里面其实有一些地方特别特别好看。对，人、这个、其实人也不算多。隋代的寺庙现在已经1000多年了。就很合适的日本的那种也不能叫合适吧，这应该是汉式，因为文化就对，我应该说是就是日本在隋唐时期从我们这边借鉴过去很多，对这个建筑人文艺术方面的一些风格。那我们这边保留下来的这些隋唐的一些建筑，可能在现代人眼里看起来就像很像日式一样。然后其实整个景区逛下来的话，也差不多走走停停拍拍，差不多也有2个小时了。基本上把所有的各种店啊，然后拜拜的地方都去走了一遍。其实整个景区走下来，我们其实也就走了2.6公里。你饿不饿？我不是很饿。不知道去哪里吃饭，他们去吃那个，我看到我们去吃那个小吃还是去吃农家乐啊？我看到这里附近有个农家乐好像很好吃。今天中午吃的小炒，这个很有特色，是炸桑叶，变菠萝了。蚕宝宝吃的。最后一个爆炒鱿鱼。果然不能相信网上的说这个地方哪有大发作啊，就是我们见到在这个下午2点钟的大太阳底下暴晒暴走，走到这个上面。
算。我们刚才听从了这边的师傅的意见，决定不要爬到山顶了，因为据说往上爬还要再爬一个多小时啊，这路也不好走，也没啥可看的。我们现在决定往下走了，刚才哈喝了瓶冰的饮料，感觉续了续命。这个是水帘洞，我们一会儿要下到那个下面去，我们的车停在那边。小朋友你好厉害啊，小弟弟。怎么下的那么长啊？ Yes， 我们终于走回到这个暴晒停车场了。我觉得天坛山大瀑布这个景点是大坑爹，因为它好像是个什么人工加天然的瀑布。今天这种三伏天的天气，真心不推荐。好吧，我现在去下一个地方。现在去酒店附近，据说是酒店有出现的一个非常日式的一个小众寺庙。现在去那个寺庙那里，可以据说还有养梅花鹿，有京都的 feel。去完那里的话，我们就回去喝水洗。行，走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。这个就是藕花煎的味道。繁荣进食蔬菜。最后一个甜品，特别好吃。临走之前练了一下书法，留下了我珍贵的墨宝。太难看了吧！这个人实属在模仿王一博了。你小心王一博粉丝告你。到此一游只会写一字。放冰，啊！原有天神。
下山。前面就出去了。嗯。可是还是西瓜。对呀、啊，要不然偷走。屁股后面。